没拿着就拿魔抗 ，OK。来吧，教学，永恩教学，也该整点教学了，兄弟们。先看一下变异是什么。好，没什么用，那就肯定是坚决是不玩了。攻速，大剑可以用。我们的行为是正义的。先拿两个小黄毛的，把青钢影拿着。你先拿挑战者或者是极客的话，他有可能会给你刷那个垃圾场，或者是给你挑战者章，这都有可能。是了结的手段。社交名流倒数第一，没有用，不用了啊！星界赐福，找条路给我，别给我刷，别给我刷大嘴儿，我不玩。巨魔不用，用不着，这波应该能给钱。暴力是了结的手段。他妈给我蹦个大虫子出来，瞬间我的人直接惊了，直接分裂。我们应该不用抢装备了啊，这已经有大剑了，这就直接弄个锁子甲就完事儿了。这个大虫子很有问题。这大虫子问题很大呀，但是我们肯定不玩，你不用扯别的，我们肯定是不玩。我建议滑着走。为啥人家的鸟人都打前，都打后排缴械，我的鸟人就打前排缴械呢？找条路给我。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。算了，还是这样吧。下一波我们上盖伦。或者这把赢了，我们把盖伦撇了也行。好像要赢，
那我把盖轮撇了吧，可以攒钱，或者要么就拿着盖轮连胜。你们觉得是连胜还是我们把盖轮撇了吃利息？卖了吃个利息，掐个十块。这边拿锁子甲，锁子甲没有就拿攻速，攻速没有就拿拳套，拳套攻速锁子甲全没有，我们随便拿一个。那就只能大腰带了，这也没有东西拿了。升级上机器人两级克，我们跳起来吧。EZ 吃个名流没什么问题吧，吃一个卡密尔拿呀，卡密尔拿着干啥呀？这一看他就是永恩。一瞅那就是永恩呐。还有帝国沙米拉，我们没有帝国沙米拉，没它质量高。我们也需要一个沙米拉，其实。真有人玩变异呀！啊，我的个妈呀！说实话，第一次见过没打过石头人，那你可见识太少了。我今天没打过两把呢，你见识可太短了你。这有啥没见过的呢？这想摊一手没打过，这不很正常吗？就是我的本性，见识太短了，这真是见识短，真都不是我说呀，都。给锁着脚，这是鬼叔可以给小猫锁着脚。绝地翻盘，春哥来一个。可以上个厕所了。
33456789010，正好全卖。稍微有一波不升级就让人血入我，我操！这个，哎，这人怎么能七级了呢？摆着。这就是我的本性。一会儿挑战者哇哇一顿上。你们说这骰子给谁呢？谁的挑战者比较纯粹一点呢？给永恩呢？拥有一个相同羁绊的英雄，相同羁绊，间接人。间接人是挑战者加什么来？间接人，执法官。那给我刷出几个大卫咋整？也掉的有点猛啊。这个布隆可以要。那我一玩的时候咋就选秀没有永恩呢？刚谁送的飞机啊？谢谢变异教父老八无数打飞机。我其实不是很想感谢你，你有点太狂了。你打完狼直接收。怎么右边88万呢？前二又没有那么难。哎呦我操，这第一名确实是牛逼，7级40块钱，并且2星沙米拉，这咋跟他打呀？这都怪人呢！我操，这不怪物吗？2星乌鸦加沙米拉，还7级50块钱，能玩了不？我操他妈这人啊！意外之财，我说咋这么有钱呢？谁碰他谁倒霉呀，简直是谁碰谁倒霉呀。还有这哥们儿碰着也贼倒霉。我们就只能碰完了，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打过呀，感觉没办法，我递不了啊，我现在没法递呀，我打完狼得了，打完狼7级直接递吧。没有任何一个能打过的，我只能说。没有沙米拉，这沙米拉还行。哎，打完零直接升七地吧，可倒。
换个人，大哥。我没有沙米拉，你没明白我意思吗？我不是换不换的问题，我没有别人啊。永恩来一个！永恩来一个！我操他妈！就一张没有呗，是不？是这意思？我给个双飓风得了，要我说。永恩就退。哎，就是我的狩猎并非为了杀戮。雪秀拿个小猫，哎，头皮麻呀！巨杀穿甲不要就硬刮，我这两飓风不也行吗？我觉得，我感觉也还行。在地一星锁不了，我要这质量再锁不了，我们也不用玩了，就也不用玩了，还玩啥呀？就这都赢不了，你说还玩啥？还有啥好玩的？哎，他那大嘴咋那么能吸？三色胶，小猫来一个！我是他妈这都是倒数，这背到极点了，这都是。我拿柜子。
起，不刮。这还刮吗？我一顿箭射，我操，一顿箭射。哎呦天哪，我打个没有永恩的这么费劲呢、啊。假人要么就是治疗，治疗吧。那潘多拉没用，我随他干啥呀？我这装备也不用随，我这装备就正好的，我随他装备干啥呀？有治疗，有啊。我星界赐福外加永恩自己技能治疗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不地拉吧，不地拉吧，这个兵有亮出架了。难，我只能说难。给我刮他！继续。哎呀，太难了，难呐！尽力了，兄弟们。哼，谢谢饺子的飞机，我就说吧，狗都不玩这永恩。